好，他因为那个就是韩天跟蒋万安他们一起，就是好像是昨天吧，他们一起共舞，然后蒋万安有 po 了一个文，然后他就说那个人生短短几年，秋不去不罢休，然后好像有网友就说是不是去不罢休，就是大歪楼。我觉得这个太乌龙了，因为就是万安委员跟他的。跟万委员的这个就是他真的对对对对那小女生嘛，因为就是一群朋友，然后他们就去，对对对，是谢谢万委员，因为我们在选举的时候他还大老远从台北来帮忙陪我扫街，然后陪我一站台，那我觉得很感动，所以我们现在其实都是在谢谢这些好朋友，所以他们聊就是代表爸爸，代表爸爸去谢谢我，来帮助。那因为他也没有时间一一去道谢，所以他就安排你前去道谢。